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百鬼日行 Pake。 今天呢，一样的介绍这个加挖机加速的商品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是我们这个 Love Life 的 Nico。 好，接下来呢，是我们这第二座的 Love Life Sunshine 的花丸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先开这个第一座的这个 Nico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就一个底板长这样，哎，本体长这样。底座打开之后是长这样，下面一样有它的名字，装起来就长这样啦。好，首先呢，看到我们这个是头部，这印刷也是印刷的不错。脚步，所以整体来说呢，它这个裙摆还是做得不错的，都表现出它那个飘逸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手指头部分呢，其实也是做得蛮细致的。再来看它的背部，还有最关键的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要开这个第二座的花丸。先看它的脸部还不错，它的颜色上比较自然，但它帽子的这部分上色没有那么均匀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看它的手部。手部的表现呢，其实也是还不错。衣服的上色呢，就马马虎虎的，中间黄色这一块还是有点溢出颜色来。接下来到脚部都还可以接受，然后脚上的这个 N 磨线就有点微微的明显，但不影响整体。好，你看它背面。我觉得唯一的缺点是他头发就没有表现的比较自然一点，就会变得比较假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最关键的时候了。好嘞，这次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这次呢要抽出的是这一支，对，然后抽奖方式呢，请上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呢，就详细的讲解要怎么抽出这一支。就这样啦，拜。